我四级弟兄，只是我愿意真实认真乃是真实认罪悔改，以及信靠上帝，承认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只是我愿意遵从圣经的教导，参与教会的生活，跟跟随主去侍奉主。只是我愿意顺服上帝带领所行道的人，在每日生活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接着，有这样。